Alright. Hello, 我们现在在 Palma Valley， 我们刚经过了一个 RV Park， 然后现在带大家过来看一下。其实这让我想到有一点像 Yosemite Valley 的那种感觉，有一些人会看到那种小木屋 cabin 一样的那种一房一浴两房一浴，但这里很适合退休，挺适合退休的人在这边。你看种的花花草草啊，然后两个老人在这边，好山好水，这个地方不错。当然 RV Park RV 作为我们投资者是没什么好买的，但是 RV Park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其实你这些东西你要嘛，如果你自己拥有的话，你可以收到这个东西的租金。那如果是他们的 RV， 比如说那个白的可能明显不一样，有人自己花钱修缮的，这些房子的话，他们要是不交租金，我可以直接把他们拖走，我完全不用说担心什么东西，然后他们东西坏了我也不用去修。所以一方面可以管很多很多个单位的租客，那我只要提供像右边这样子的土地就好了，只要他们只要能够接着上水接着上电，然后他们在这里面生活，我拥有这一大片土地就有收不完的钱。我其实非常喜欢这种投资形式的。